BOSS 舞蹈大师班第二节上课。这样，打开，然后这边打开，是吗？对，就这一点吗？没了吗？还有呢，五六七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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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跳是不是很简单？跳大秧歌呢？我是衬托你的，东北大秧歌，不要要求太高。这可是我第一次。五六七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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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对。然后后面是噔噔噔，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边啊，往这边走。这样子啊，往这边走，身体往这边，往右边走。你再做一个，左手往这边画，不是手往这边画，但身体往这边走。对，五六七，走，哎，对，可以，学会一个，往那边走的。对，然后就这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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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咚咔，对，这样咚咔，对，咚咔，就摸到头，蹲一下起来，蹲，对，蹲，蹲起，起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对，往外打，往外打，对，戴个帽子，三个都戴帽子。
成片在 BOSS 抖音下课。